盖将军，你究竟是何时发现我娘的石像的？10年前，我和南蒙王得知南诏之变，就开始全力寻找公主的下落。只可惜，遍寻无果。之后，我们打探到娘娘的石像出现在了云梦泽，就带人过来仔细查看。一看，果真如此。于是便选择留下来。云梦泽水系消失，可与我娘石像有关。极有可能。这里的水消失的时候，娘娘石像周围出现了结界，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了。不过我想，公主应该是有所例外的。那盖将军可曾听说如何复活我娘？复活娘娘？公主是听谁所说？盖将军，我的人几经打探得来的消息，只有公主才能亲自复活娘娘的石像。吴王当年那么做，也是为情势所迫。10年来，他一直很思念吴后娘娘和公主。如果朕能就此复活娘娘，不仅是吴王之幸，更是南诏之幸。盖将军，拜托你了。若是真有可能复活我娘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去问他。好吧，我带你们去。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出发。现在，各自回房歇息吧。多谢盖将军。有没有人啊？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晚上？这荒漠之中，为何会有一间客栈？哎，小心点，这客栈看着有些古怪，跟我上号。哎呦！二客官，您是打尖还是住尖啊？真是间客栈。哎，把尖收起来。哎，小哥，我们二人路过此处，不知是否还有客房？进来吧。来，里边请。来，客官，里边坐。小哥，你们这客栈看起来生意不太好啊。本店人烟稀少，来投诉的客人也的确不多，生意嘛，也就讲究着过得去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既然如此，想必对前来投诉的客人都颇有印象吧？我看你们两口子，倒是李小的颇有印象。说什么呢？小哥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有没有位看起来怪怪的老头带着两位姑娘，他们一行人前来投诉？哦，在下是他们的朋友。没有，这两日来的就是您二位了。哦，我们有些饿了，不知有没有吃的？小哥想吃点啥？2碗素面即可。就不来点酒和小菜，暖暖身，解解乏？不必了。也好，连日赶路确实有些累了，快些上吧。哎，马上给您上啊。你有没有点行走江湖的经验啊？这荒山野岭的，你不怕这是黑店啊？还有酒。既来之则安之嘛。再说了，咱俩一没财二没色，有什么可怕的？
灵儿，我就说李逍遥会追上来找你的，你不要躲着他了，去见他。公主，您别忘了，李逍遥不能去南诏。他为什么不能去南诏？白将军，你可曾听说我娘曾用无影毒害死了李三思夫妇？什么？这断不可能。无影毒虽是娘娘独有，但她绝不会拿来害人呢。这件事完全可以相信娘娘的。公主，你如此在意李三思夫妇的事，难不成和这个李逍遥有关？他们是逍遥哥哥的爹娘。灵儿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何要离开了。阿奴，这件事情上石长老是对的。南诏朝堂现在的确还有很多人是痛恨李三思夫妇的。公主，您若是真的在意李逍遥，还是不要让他去南诏为好。那也拦不住啊，就算你再怎么避开，他还是会继续找上来。那你看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交代好潘子了。来了，酒菜来了，二位慢用啊。哎，请慢用啊。小哥，我看你们这客栈是依山而建的，不知这山内可还有别的歇脚之处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就是个光秃秃的荒山。哎，哦，行，二位请慢用，我去把客房收拾出来啊。有劳了。哎，谢谢。你还是先别喝酒了。那我吃面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饭菜和酒都上去了，全都加足了料。盖将军，公主，你放心，只是会让他们昏睡上一日，对身体无害的。等他们昏睡之后，找个人把他们扶回客房，好生安顿。明白。这面没问题，你快吃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上钩了。野蛮丫头，如果灵儿不在云梦泽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凭什么？灵儿也是我的朋友，我找她用你管？野蛮丫头，
真的是你灵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灵儿，灵儿，小哥哥，这里有很多南诏人，太危险了，你快离开。你跟我过来。黄甫英前辈已经告诉我关于我爹娘的事了。灵儿，既然我父母的死谁都说不清楚，那我更应该去查个明白。小哥哥，现在南诏还有许多人对你爹娘恨之入骨，他们或许会伤害你。灵儿，现在我相信我爹娘，你也相信你娘，那我们应该一起查到底，去洗清他们身上的污名。可我还是会担心。死亦何惧？娘，如果不能让我与你在一起，我就算活着，那与死有什么分别？小哥哥，该面对的，我们始终都要面对。事到如今，已由不得我们退缩，我们也不能再退缩了。就算是死，也要死个明明白白。拜见教主。你回来了。三年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多谢教主。你起来吧。是。唐月，你在想什么？属下只是有些疑惑。疑惑？三年了，我命你潜入乌月教，可曾让你杀人放火？没有，教主只是让属下留意他们是否有不臣之举。让你暗中监视李逍遥他们，可曾让你祸害他们？没有。那你的疑虑不存在了，回去吧。是。教主，属下还有一事。讲。那些人明日是否会受到伤害？属下的意思是，他们应该不是坏人。
教主自是好人。何为好？何为坏？那些庸俗的情谊，简单的感情，那是尘世间的法则。靠着这些法则，能够征服南诏，能统治万民吗？十年前巫后阻止于我，现如今李逍遥他们想凭几颗珠子与我对抗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所有的人都无法阻止我统治天下，无论是谁敢与我拜月教为敌，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师长老，唐宇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听到外面有异动，出去查探了一下。是何异动？一只鹰的鸣叫。那有何异常？除了鹰叫，没有异常。唐宇，你所言属实。当然属实，那鹰叫的那么大声我都听到了，所以让他去查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石老头，唐玉这一路为我们鞍前马后任劳任怨，你还在这逼问他，你有何用意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路过发现唐玉不在，才多问了几句。事关娘娘的石像，多一分谨慎也是应该的。你是可以谨慎，但不可以谨慎到我的人头上。你要怀疑，怀疑你的人去。我的人没问题。我的人更没问题。没有就好。气死我了。阿奴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睡不着，来问你问题。过来。阿奴，你要问我什么问题？你以前老是吹的那个夜哨，是因为一个女孩吗？阿奴，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到底是谁？一个救过我性命的小女孩。小女孩？大约六七岁的样子。那你也不许想着他。我是你的少主，你是我的人，从此以后你心里必须只想着我一个人，听明白了吗？阿诺，不管明天遇到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保重。明天？明天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出发去找石像吗？在我身边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安诺，安诺，如果哪天我你在担心我？行，那我告诉你，不管是明天还是以后的每一天，你都在我身边就好了。
逍遥哥哥，为什么你吃了迷药没有事啊？我吃了可解百毒的五毒珠，迷药对我没什么作用。好臭啊！李逍遥，快走，这是一家黑店。还没醒呢，林女侠。灵儿，灵儿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月如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灵儿，你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再离开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。月如，之前一时之间确实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他们一直推着我向前走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对不起。说什么呢？无论你和李逍遥遇到什么样的误会，我们都可以一起调查解决的。嗯。哎，是我们一起调查解决。就在你这个老江湖被迷晕的时候，我已经跟灵儿说好了，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诸位，从此入口下去就是通往巫后娘娘神殿的地下城了。该将军，我们出发吧。这就是地下城了，路不太好走，大家注意点脚下。娘娘的石像就在这个结界之内了。阿奴，阿奴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姐，为何会这样？十年之前，我和南蒙王在这个地下城里面，发现了巫后的石像，我们就为娘娘建造了一座神庙。之后，云梦泽突然干涸了，这里就产生了结界。我们也曾尝试着穿过去，可是，这结界只要一碰到，就会被结界之力反噬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这神庙里的烛火却从未熄灭，也许就是娘娘在显灵，等待公主前往吧。公主，为盖将军所言，此结界即是巫后娘娘神识所设，那你们母女神识相通，这结界应当对公主起不了作用。逍遥哥哥，那里面是我娘的石像，应该是不会有危险的。小心一点。
这么多年，盖洛教经藏身此地，他们刚刚离开，这空气里面还有他们的味道。教主，他们所有人都已经前往武后神殿了。武后神殿。 为什么进去这么长时间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
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公主既能穿越结界，之前的猜测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哦，不会受伤，那我去其他地方转一转。是我的灵儿吗？真的是我的灵儿。灵儿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灵儿，这十年了你一定受了不少的委屈和苦难吧？不，灵儿，灵儿没有受委屈。娘，现在好了，您终于复活了，我带您离开这儿。灵儿，你现在在我的神识之中，我最后的灵力也要消散，就要回到女娲的怀抱。娘最后能见你一面也无憾。不，不会的，你不肯离开我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灵儿，时间不多了，你听我说。娘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能让你不要再离开我。灵儿，守护天下苍生是我们女娲后人的职责所在，黎民百姓所受的苦，你得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们。娘，真的能做到吗？灵儿，娘知道这是一条充满着荆棘和苦难的不归之路，我也希望你能够逃离。可是我们女娲后人必须要面对。娘，我一定努力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不要再离开我好吗？不要。
不要，灵儿，别怕，娘在天上也会守护你。你怎么了？小哥哥，我没能复活我娘，她永远离开我了。灵儿，别担心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我呢。公主，你刚刚说巫后娘娘离开了，我娘她根本无法复活，石像里存留的只是她的神识，可是一切道物也消散了。我们是假的，各位，如今结界已经消散了，我们要赶快设法将娘娘的石像转移或者隐藏起来。没错，时机刚刚好。拜月，在心里。